到股市幸运星，现场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标股女王林欣荣林副总，幸运星女神好，雨晴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股市幸运星永诚投顾副总林欣荣林老师。今天9月29号了，是今天大家信心又崩溃了。是原本早盘大家还蛮开心的，因为早盘大涨哎、欸，是涨了185点哎、欸，是。但是没想到好景不长，就开始往下。最重要的是，关键在尾盘，对，居然给它破了。昨天466，给那里四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昨天466啦，今天变成462了，是怎么办呢、啊，女神？我们可以从大盘来好不好？今天你看。在收盘前就给它跌破，在这里破破了，有没有变成462了。对，这一次这个是个摩门特，大家都吓坏了。462是什么？是台积电啦，来给你看一下、哦、大盘就是台积电，这里台积电破了，破台积电破底了，是这个盘会不会挂了、嗯？不会啦，这个是不小心给人家突袭到的啦，马上有没有拉上来？有啦，尾盘有再甩上来、啊，背后捅人家一刀，你算什么英雄？哦、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，以后我们报复回来就好。来，后来收在多少？重点是这里435，435。好，那重点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它的 K 线，大盘就是台积电，台积电就是大盘。是，那我们讲今天大盘有没有破底？有，台积电有没有破底？破。有，但是大盘没有拉上来，有甩尾，有甩尾，台积电有没有甩尾？有甩尾，这样就好了。嘿，有手，这叫有手的盘。那你就发现今天大盘震荡的很大，对啊，振幅我告诉你，大概188，快200点，快200点，嗯，舒不舒服？不舒服，不舒服，心情不舒服。对啊，而且在这个摩门特，我告诉你，嗯，万箭齐发。是哦，什么箭？什么融资断头的箭？Oh my God！ 我跟你讲，昨天，本来，下午我跟这个券商的这个营业员们，这些小鲜肉们有要开个会。哦，我说过，我这个人做事，我一定要这个好好的去到处调查、走访、了解。券商我也要，然后那个小鲜肉他们这些小营业员们，哈，那个男的本来想要约姐姐喝咖啡的嘛，结果呢，那个这个我们讲小鲜肉晃我点，放我鸽子，怎么了？为什么晃？他们说。姐姐不好意思啦，今天真的太忙。昨天哦，昨天的事哦，我先讲昨天哦。好好好，今天真的太忙。昨天在忙什么？你们昨天忙什么？哦，就是我昨天跟他们聊的时候，下午他们忙什么？下午四点哦，三四点哦。昨天四点多在忙什么？都还没办法哦。然后他就说，我说小朋友你在忙什么？他说我要忙着打电话通知客人。我说怎么样？通知买哪只股票吗？然后他说不是。然后他说他是通知客人哦，融资断头啦。Oh my god！ 来补钱啦，我明仔再直接切掉啊啦，就是一直抠。那我说后来嘞，他说要么就是找不到的，要么就是没有钱的。Oh my god！ 那就代表说，大家真的已经撑不住、hold 不住了，快不行了。对。那如果有涨，一定要马上卖，所以就一个只要拉上来卖压就出来。懂。那来到这继续，我得到的讯息，头继续断。血继续流，原来没有办法，股市就是这么的残忍。是啊，好，那一段完之后呢？筹码稍微干净一点，可不可以拉？可以慢慢推，可以啊。只要一拉上来，马上卖压又出来，因为这个市场说实在的，太多太多太多人受伤。是啊，所以大家恐慌到极致，就是只要稍微拉一点，就赶快先卖，拉一点上来，赶快卖。这个叫惊弓之鸟盘也。哦，大家现在是不是都是惊弓之鸟啊？是。可是我发现，女神，你每次都老行。宅宅呢？你心很定呢，难怪能够定静安虑得啊。对，那我也跟大家说过，来持续来到这儿，我们往前看，往前看，我们这里都站在买方哦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再往前看，女神，我最记得在六月份那段，我们远都不要看了，上半年不看的啦。我们讲六月份，嘿，你看那一波下跌，是不是这样杀下来？对，6月18号老师开演讲会，是啊，给你们什么？你记得吗？我记得啊，金标奖给你下半年的最佳男主角啊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看，因为这个盘下来，对。大盘弱弱的，生机会强强的，给你的金标股最佳男主角是谁？就是 CDMO 之王6472的宝瑞，将将将将六四一啦。然后你再看这个盘是这样，嘣嘣嘣嘣，对，宝瑞6472的宝瑞却是这样子，将将将将将，到今天都还在。喷还在喷，狮昂涨，是三声涨，喷喷一声喷，这就是最佳男主角的威力 ，CDMO 之王 ，CDMO 之王，女神钦点。那老师也有给大家，你说老师 CDMO 这个太大机啊，太贵啊，我有没有给你这个？呵，也有4746的台药啊，我们有那个字卡，有啊，我直接给你看字卡，嘿，我们看一下字卡，嘿，你看贵气啦，好啦，啊，开始在啦。
来，老师，你老师本集星耀夜怎么挂了？哎、欸，拜托，上个礼拜就跟你讲哦、喔，上礼拜我解过，这个比赛崩哦，哦，这个比赛崩，我说那天那个量哈、喔，爆了这个四万多张的量，你当那是台积电哦、喔，老板太老实之后就沒戲了，我说那个老板哈、喔，讲完这次就没戏，他洗到歪腰哦、喔，叫你要卖哦、喔，那这次就没有活回来。那这个东西有没有继续喷？当然啊，今天这个有没有喷？有啊，妈妈有没有喷？有，小孩有没有喷？喷得更凶。妈妈有没有喷？有、啊，小孩有没有喷？喷更凶。答案就这样。这就是台股的 CDMO 啊，报告完毕。这就是六月份在大家恐慌、大盘这样崩的时候，女神帮大家清点的。是，然后持续再继续往前走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八月份。对，八月份那个西西姐来了。对，哎呦，大家拢个去拢给大家什么啊？啊，然后就给了大家。思安五阿哥来了，对，因为姐姐永远向前看齐，眼睛看得比你更远啦、啊。你又不是做期货，你又不是做指数，你管大盘干什么？我就觉得好奇怪，大盘是给你进出场参考用的，参考值，大盘是拿来吓人用的哦，但是重点把人民的苹果当人民的给来买哦，我来吓吓到就丢，吓得你哈、哦、把那个最美的苹果、最美的水蜜桃，哎呦，我现在大盘好恐慌哦，丢出来了。对啊，那老师八月份给大家的呢 ，CC 姐概念股、保密防谍概念股，我说过数位科技部都已经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唐凤部长呢，唐凤部长都出来了。是，那我们大阿哥可不可以喷一喷？当然必须的，从红板开始喷，93开始一路9，然后再来三位数哦。女神那个时候就说会晋升百元俱乐部哦，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50、151呀。那我没有获利下车一半。对啊，我就这样操作啊。然后呢，100以下有没有再来一次？有，又买回来。是啊，你看今天它有没有涨？继续涨。有啊，2.99根涨停板，因为今天差5毛钱都要亮灯哎、欸。那奇友有没有涨？今天二阿哥一样涨啊，喷喷喷。啊，泰哥有没有涨？泰哥继续涨涨涨。啊，就我们四阿哥五个涨停板吗？我的森哥有没有涨停？满满的爱，然后就亮红灯了。啊，我说普安会比较慢，铜板股大家喜欢求来求去啊，你做价差也行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基本上基本面也是 OK 的啊。这是不是从头到尾没改过一个字？八月唯一有改的只有涨停板。我的森哥现在已经四根涨停喽，今天是四根喽、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股票好，你管盘好不好？你股票好，人家他会赚钱啊，没错。那拉回量说你可以逢低布局，我都说过我的股票你都不用追啊。是啊，你有没有赚到？买绿不买红，你都可以赚得到。是啊，你都可以赚得到，所有的涨停板你也可以拥有哦。是啊，这是在八月份大家很恐慌的时候。啊，九月份呢，来更来更超过了。九月份又跌更凶，又飙更猛、啊。对啊，升息的利空啦，升息的利空一出来，战争的利空啦。红鸡的小金鸡是啥？3046的剑鸡。今天金鸡又下金鸡蛋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金鸡。哎、欸，金鸡今天差一喵喵要来到五字头了。女神，我们来看一下金鸡。好，我们直接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金鸡。好，来3046的小金鸡。好，今天它已经来到49.9喽，差0.01就五字头了耶。女神，它是从32块开始、喔。32。然后42，我们直接跳了哈、哦，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.9999纯金的，恭喜大家，即将又快，即将快来到五字头了。我说过你不怕的，你继续包、啊；怕的你想赚随便你。对啊，你因为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。三字头给你的，你有没有那种讲浪面的股票？我用浪底给分享给大家。滴滴滴滴，32块，真的，有没有999纯金？真的，今天49.9了。这是不是 Z 世代消费股？哎、欸，是啊 ，Z 世代就是喜欢这种东西啊。哦，跟科技类有关的。哦、oh, ，对啊，就是现代人、啊、嘿嘿，除了老人跟小孩之外，就叫做 Z 世代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这是公开给大家，有钱大家一起赚的。来，演讲会是啊，老师有没有给大家演讲会哦，精彩的呢。昨天老师我们演讲会有没有给大家的？嗯哼 ，Z 世代 ，Z 世代，嗯哼，哦。真的是吼，喷到欲罢不能，无法无天呐、啊！太浮夸，太夸张了啦！整片昂吉吉，那个有喷喷滋滋，有昂吉吉不？哇！来，有来参加老师演讲会的，出来做赚，还有会员有没有昂吉吉？女生，你这个礼拜很忙哈，是大盘在崩崩崩崩崩啊，女生在买买买买买，对啊，那个 Z 世代就是一直进去给他买买买买买哈，是要买要买啊，买完好事就发生啦，当然就发生啦，今天就整片红光，让红光满面東東、啊，这个 Z 世代就是这种概念股，懂了，你知道吗？跟电子消费有关系的、嗯，对不对？只有这样吗？当然不止，来暴富有没有给你超强暴富啊？
啊呦喂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他们的新闻很多，他们动作也很多耶。是，你知道吗？李克强，嘿，对，好好玩了。对岸昨天说了，李克强说话了，是，嘿，不是席包子说的，这次是席包子最近不见了。有人说什么席包子被软禁了？你想太多了啦。强哥出来讲话了。对呀、啊，席包子人家是那个隔离中，不是、啊、那疫情啊，所以不喜欢出来被传染、嗯嗯。所以李克强他出来了。强哥说什么？强哥说。昨天说的，嗯，就礼拜三，强哥发声了，我跟大家说，我要报复阿贡，对，对不对？阿贡对我们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我们得不到他的人，我拿他的钱也可以。我们以德报怨，我们拿以德报怨，我们拿银弹就好。嗯，来，李克强马上撒银弹，乖乖真听话，真的哦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哎呦，来，我讲一下哈，李克强昨天说我们要落实稳经济，稳经济，稳，请问。稳经济怎么稳？要用钱来稳，必须的。所以他们要怎么样？用最好的政策，这叫财政政策。嗯哼，哦、还要什么开放金融工具？这叫货币政策。哦，财政政策加上货币政策两个全部双管齐下进去，加强基础建设。哦呦，再来。对，我在演讲会讲过，这是未来会发生的事哦。对，加强基础建设，有对不对？要不要撒钱？必须，政府支出要增加，必须。还有。贷款不用钱，没有啦，贷款很低，利率很低，一直撒钱，对，因为尽量来贷款，尽量来贷款，对对对，他们要促进他们的内需，经济繁荣，而且第三季就要开始，请问现在第几季？第三季的最后一天了吧？对，最后两天了。对，那么他们呢，宣布设立更多的专项再贷款，贷款，贷款，再贷款，钱就是发出去，发出去，再发出去。其实就是 QE 的意思啦。对啦，就钱一直发。我上次也跟大家提过哈，这个欧美，跟我们讲的，亚洲，亚洲国家，尤其是我亚洲就只看大陆。好，为什么要四亿人呢？没多，他们人，哎呀，人那么多，钱那么多，不看也不行啊，不看佛面，你得看僧面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看对岸。那对岸他们是这样哦，他们是 QE， 是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大陆的股市已经开始在那个好，那美国这边下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下来完之后，它跌幅也很深了， uh-huh, 你知道吗？嗯、那再来就一起来，你信不信？哦、你信不信？一起来就会发大财，因为美国这边用的是升息，这边用的是降息，升息有没有让它股市拉回？是有。那大陆股市为什么要降息？因为它早就拉回了、uh-huh、它还没升息就挂了，所以它现在要灌钱进去。懂？那两个一起来，哎呦，一起来发大财。对，所以今天阿贡报复概念股就来不及了，全面红彤彤啊！对啦，你衰啦，全部都红彤彤，真的整片红彤彤。来参加老师演讲会的，就是这一页，就是这一页，随便那个最下面那档，那个股本那么大的也照喷呐、啊。压轴那一档哈，有吧？真的呢，不看对吧？连那么大只都可以长是这样呢，大牛都会动了，真的，大象都会跳舞。你看看，这就是幸运星团队的选股功力，这就是女神的功力，能够创造大家的获利了。是啊，昨天呐、啊，我跟你讲、嗯，你们真的不要怕这个盘呐、啊，真的。嘿，一万八不怕，一万三怕到快破底。快要那个破胆，对啊，大家很多人现在睡不着觉啊，一万八你就睡得很好，你很奇怪呢。就在股市就是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说哈风来、风来了你就跟着倒，然后风走了你又跟着倒、那晃过来晃过去，晃过来晃过去，你就像汪洋大海中那一只飘来飘去的小船儿。我们不要当汪洋中的一条船，老师就是那个明灯，我现在灯打开了，光明灯啊，有没有感受到？明灯打开，老师跟你讲，昨天我跟一个那个我们讲的，亿万级的富翁，一过来一过去的，一过来一过去的，那贵妇聊天，女生哦，女生，贵妇呢，皮肤很白，哎呦，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最近这个、你们都这么多在玩嘛，是是在股市里进出都这么大，大资金大啊，每一天哈盈亏自己一个人就五六百万以上，盈亏哦，摔他一只，或是杀他一下，他五百万六百万就不见了，上下就是几个百万几个百万、哦，他完全无感，跟我一样。我跟你说过我无感，我为什么无感？我知道我以后赢，我干嘛有感？我现在兴奋都来不及。他说好，我说你心脏很大力哦，对啊，很勇哦，很猛、哦。然后说因为啊，你看嘛，现在市场很多人喊一万一，对不对？对、啊，也有喊一万二嘛，一万二我就算一万一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吧？好好，一万一，好，也不过两千点。全指股杀一杀就来了、一万亿之后会怎样？直接喷，对不对？因为市场钱还是很多嘛，不能干嘛升息？对，好，那如果没有来到一万亿，直接一万三就是底部呢？我不是卖了就喷吗？那我干嘛那么累？我等就有钱赚啊！我干嘛出来出去？我跟你讲，有钱人跟你想的就是不一样，真的耶！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睡觉也在赚钱。吃饭也在赚钱，对不对？洗澡也在赚钱，失眠也赚，失眠都赚，吃了安眠药都还在赚钱。天哪！你在想办法，
站在有钱人堆、嗯、用有钱人的角度去思考，是我一直来都是这样、uh-huh 哦、这样你才能够好好的、嗯、我们讲稳定操作稳定获利，这就是定静安虑得啊，本来就是来投资股票、啊、你股票跌那么多、嗯、股票又那么好、嗯、EPS 又那么高，里面又全部投信法人全部夹在里面，都是胖子在里面，我就跟你说他们都不怕，你在怕什么？你钱比他多，你天塌下来还有这些胖子高个子的在挡着嘛。如果得失心要这么重，不要做股票，我说实在纯、哦、定存去存美金定存，我说真的，可是我想当贵妇得失心真的不要太重，我想当贵妇，我也想要跟老师你的贵妇一样，跟老师一起来不就好了。对， 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刚听完老师你跟对贵妇的那个对话啊、嗯、我觉得我的财脉我的钱脉、嗯、我的任督二脉我的智慧通通都开了呢，有开智慧，有开了，有感觉到了，所以说现在其实最糟不过就是这样吗？本来就是这样啊，啊啊，接下来大破之后就会有大力 啊接下来就要开始喷 啊你此刻不来更待何时，你此时不买更难、啊、难怪女神这个礼拜这么忙的一直带着我们的会员朋友，我们都在 DJ 一直买一直买 DJ, 一直买，你看着好了好不好？那女神不好意思，是我又要来了，我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开始好时机又来了，大家都想要当贵妇，大家搓牌，都想要当赢家啦。那所以说，我们想跟着女神一起来，趁此刻赶快进场。现在不买，真的会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这个大盘，对不起幸运星女神，对不起我的团队了。所以我们想跟着你们一起进场。那可是女神，你昨天也是最后一天了，是我们昨天关张，拜托，而且今天也带进。拜托、哦，我怎么说我怎么做，女神拜托，那可不可以求求你？我们想当贵妇，想当赢家，我们就趁这个最后的机会了。今天盘有破底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我给你们破底翻的一个机会，感恩女神。开放一天，开放一天，仅止一天。对，就今天。好，明天不玩了。破底，因为你要好买点啊，你每次要喷出去来跟我讲买点，我就累了。哎、啊，当探景来谈就奇怪，就开一天啊，开放给有缘人，所以我们今天最后、最后、最后、最后机会，因为破底翻，女神看到机会出现啊，就是你的机会，你的好机会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机会就在哪里？就在那一线之间，是一线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的财脉、钱脉全部都通了。电话直接拨通02-5423555 02-5423555，或加入我们的 Light 群组小老鼠 HAPPY1788， 加入 Light 群组，点图填表单，一样可以完成报名的动作。听清楚，最后机会那一线，就是你接下来发财致富的暴富线，来赶紧拨通电话02-5423555，时间保留给您了。想成为投资市场真正的赢家，想学习赢家的思维，您必须要懂得在全市场最恐慌最害怕的时刻，就如同八月份西西姐来台的恐慌造就出了资安五阿哥，到今天还在涨停创高涨不停。九月份升息加战争的利空持续燃烧着全球股市，也造就出幸运星女神帮您找寻出的3046的建机，5.99根的涨停板，从32块到今天已经来了49.9，再创新高。紧接下来呢，女神又看到了黄金好买点，女神又看到了现在是要财富重分配的好时机，想跟着女神一起来掌握绝佳好买点，今天特别帮您额外争取加码红包优惠价，仅止最后机会02-5423555 02-5423555，把握最后机会02-5423555。在今天这个摩门特，今天9月29号，也就是在第三季的最后倒数的两个交易日，真的呢，最后马上就要拜拜了呢。对呀、啊，第三季就、大概总算要苦尽甘来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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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财恭喜发财！对了，恭喜发财！也就是呢，其实最糟的谷底总算熬过去了，我们要熬结束了呢。恭喜大家！所以说，这是不是就是真的最后进场的好时机啦？你不赶快来的话，今天第四季，你知道女生你说了嘛？第四季有好多的机会啊！第四季好好玩。好兴奋，你看女神兴奋的兴奋的眼睛都亮了。没有，我太爱钱了，我太爱带会员赚钱，太爱希望大家都赚钱，一起赚大钱，捐小钱，然后功德无量，无量无量无量、大家都开开心心的，没有战争，好，大家健康平安，我就很开心，然后发大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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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都平安。好，那我要讲什么？就是第四季的开始，十月份掉了。好，十月份女神兴奋起来，十月份，有一个国家，国庆日10月1号，老师，两个有两个国家哦，还有一个国家，我们也是一大一小，但是有一大一小都要唱生日快乐歌，对，都要生日快乐歌，对，所以光辉的十月肯定不能升息，必须要唱生日快乐歌要庆祝啊！所以 FED 高大人已经说好了，这个月十月份开始不升息，对，九月吓死大家哈。好，那么我们讲十月，我们讲国庆日，对，你认为
李克强，哎，强狗，还有洗波子，会让国庆日很难看吗？不可能，那你就太不了解中共了，不行，什么脸都能丢，这面子里子通通不能丢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中华民国台湾，小英总统棒棒的，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点庆祝一下，好不好？输人不输阵，输阵歹看面呢，尤其是输给阿强啊，就不舒服，所以我爱安娜了。放烟火，爱削苹果，来拍拍手，在这里认同吗？认同，认同，按个赞，棒棒。再来，第二个，我刚说 FED 不升息，对，没有问题吧？没毛病吧？大家都知道，对呀、啊嗯。好，那么再来，我们讲的，十月份，基本上大家发现不升息，又是国庆日，然后又有庆祝行情，然后再来，基本上十一月是有选举，对呀、啊。那十月份要不要酝酿？必须把钱先总合来。十月份爱去总钱不？对啊，啊，像那总钱，哎、欸，蓝的爱总不？爱，绿的爱总，必须。所以你们发现今天开始蓝绿概念股大车拼嘞、欸，哎、欸，今天比到一比一、欸哦，拼很凶、欸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我们上一次分析这个有没有？昨天四比二嘛，哈，四比二，今天多少？今天。几乎几乎平手啊，尬成平手，你知道吗？全部都是红的，红到全部都平手。本来蓝宁小输嘛，嘿嘿嘿，哦，本来是二比一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四比二嘛，对，没错，是二比一。数学那家爸呀，有拍谁的？对啊，二比一呀，数钞票。对呀，啊，然后现在是不是叫一比一？平手啊，平手叫做旗鼓相当，拼很凶。对，那就看谁比较有钱，谁就会赢，你懂吗？不是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。我个人觉得，你们谁比较想要赚多一点，谁就会赢。啊，你们要选选赢人啦，哈、啊，股票尽量我们选钱多的。啊，但是哈，这个我们讲，你在投你的选票要真的能够选贤与能，很重要。我没有叫你选蓝的还是选绿的，这个我不知道。选贤与能，好。那我们要选会标的，这样就对了。懂了。好。好，所以现在拼得很凶的时候，好朋友，今天是全面昂吉吉红彤彤。好，所以再复习一下，十月份哦，再过两天哦，对哦，再跌倒数计时，最后十月份不升息，不升息，不升息，不升息。好，好，空窗期，所以就比较不会有那个很恐慌的感觉。的不确定哈，然后再来要庆祝放烟火，庆祝十月份唱生日快乐歌，对，生 Happy Birthday 要不要庆祝？必须要。然后十一月份选举的钱，十月份要不要去拼？必须拼出来。爱来加 Earn Money 吗？爱来加变钱吗？必须。好，所以十月份你看，金波赢，精彩，蓝的波赢，绿的波赢。对哦，啊，女神嘛是就波赢啊，对啊，女神要走访各个行啊来呀，我要走访行啊来去帮你们去拿那个。金银珠宝的哦，入宝山去找金银财宝，是啊，而且女神接下来那些隐藏版的没有人发现，你会一个族群一个族群一个产业一个产业挖出来，就必须的，就像你在演讲会当中帮大家先挖出来了隐藏版的台湾之光，对呀、啊，这隐藏版台湾之光，女生你昨天小手手按，右手手按，两手手都按，今天就给你喷了、啊，按不住呢，哎呀，很机车呢，怎么办呢？快要按不住了，这个我们讲的台湾之光嘛，只有那几档，但是。只有就这么几档啊，按不住。嘿呀、啊，本来很冷清的在那边，本来很委屈，很委屈，真的很委屈，小可怜很久了。是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十月份还漏讲了一个东西。还有什么？十月份财报会认列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知道九月贬成什么样？哦，你那台币啊，新台币。昨天不是给大家看那个？对，那个各国哈、啊、恐慌指数啊，排行榜 啊。那我说台币没有啊，排名第六名。那有很多粉丝们说，老师台币不可能排到那么前面啊，人家还有那什么委内瑞拉币什么外国币，那个 我是指大的国际货币，好不好？如果要那个比，我们都比到不知道那个外，我们要比的是，我是指大型的啊啊，对。那我认为台币是大型的，可以吗？有分量的，我是拿我们去跟大型的比，懂？姐姐再比都跟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比，当然不要拿那个后面来跟台湾比，懂不懂？懂。好，所以我说台湾是 number one， 那美国都会怕我们。我跟你讲、好，再拉回来，结果你们自己怕自己。啊、那这个产业，台湾之光隐藏版的 number one， 没人知道的。很多人猜半导体，错。不是啦，有看演讲会的都知道了啦，你们都知道。来，今天有没有喷？喷的真的是一片红彤彤哎，喷的莫名其妙，这什么东西也会喷哦。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，在过去女生还没有点他之前，没有在演讲会分享之前，他们真的暗淡无光哎，一滩死水，暗淡无光、啊，一定有大人。认同我的理念，对，听到女神，哎、一定有大人，嘿、啊，然后他们时机也到了啦，丢席啊，法人也进去了，也说不定，今麦丢席啊啦，丢席啊，熟了、哎、熟了，摘起来吃好不好？甜了，但是甜 要啊，甜蜜蜜的蜜苹果，
可是他金马的价格哈，对，好浪得啦，浪得给，要不要？啊，浪名哎，好东西，好朋友们，台湾之光女神现在已经按不住了，是的，赶快把握最后的机会啦！叉叉叉叉，这个产业叫叉叉叉，过去是我们讲的，曾经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的起来，现在，但是因为疫情这十年，我在演讲会有讲过，疫情这十年。很多人都退出了这个市场，很多国家都退了，你们都退吧，你们都退了，退退去，我们继续努力，只有我们台湾之光真的继续发光努力，果然股价也开始慢慢的开始发光，果然又要被我们整碗端去吃了，恭喜大家，你们要准备发大财了，好棒好棒，所以要感恩，第一个要感恩女神，第二个感恩我们幸运星团队，真的是团队真的很辛苦，很努力哈，对对对，帮大家操盘团队很辛苦，找出这么多的好东西，而且。人民的啦，上水的啦，啊，这最漂亮，这么大粒，芭乐这么大粒，甜蜜蜜的啦，水蜜桃这么大粒，暗高价格，结果用那个浪地那种烂烂的价卖给你，现在你看现在盘烂不烂？就跟你说烂烂的价卖给你，你会怕？嗯哼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奇怪，好，你现在懂得把握，现在哈是真的是便宜到那个物超所值的价格，但是你可以买到超级漂亮的好东西。女神现在帮你找出来了，而且就在这个最后、最后、最后的时刻，第三季最后的尾声，你赶快滑垒进来，你赶快把握这个机会进来，因为第四季真的很精彩啊！啊，那个红包都已经在满天飞了啊！是的，你要懂得去跟着女神，我们一起来抓红包、赚红包啦！是的，电话直接拨通02-5423-5555，02-5423-5555。把握最后的机会，或加入 Light 群组小老鼠 HAPPY 1788，点图贴表单一样可以完成报名。再次感谢永诚国际投顾标股女王林欣荣林副总和好朋友做的分享，感谢幸运星女神，谢谢雨晴，谢谢全国的投资朋友，不要忘喽，幸运之星在永诚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老师祝所有的投资朋友操作顺利，跟着我们一起来涨停涨不停。想成为投资市场真正的赢家，想学习赢家的思维，您必须要懂得，在全市场最恐慌最害怕的时刻，就如同八月份西西姐来台的恐慌造就出了资安五阿哥，到今天还在涨停创高涨不停，九月份升息加战争的利空持续燃烧着全球股市，也造就出幸运星女神帮您找寻出的3046的建机，5.99根的涨停板，从32块到今天已经来了49.9，再创新高。紧接下来呢，女神又看到了黄金好买点，女神又看到了现在是财富重分配的好时机，想跟着女神一起来掌握绝佳好买点，今天特别帮您额外争取加码红包优惠价，仅止最后机会，02-2542-3555，02-2542-3555，把握最后机会，02-2542-3555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